着，有点烦。所以，我好像该帮我的日复一日找一个追求的目标，或是一个假想敌也好，对不对？哎，最近我发现我好像好久好久都没有那种好快乐的感觉了。衣服该不会还在洗衣机里吧？马上马上。其实所有的一切都还不错啊，只是有点忙，有点累，有点烦。所以，我好像该帮我的日复一日找一个追求的目标，或是一个假想敌也好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要过得比他好，这样子日子过起来，是不是就会有目标，有痛苦，然后很快乐？希望今年可以过得很快乐。如果你觉得有一个东西你只是觉得还不错，你正在考虑的时候有人拿起了它，你是不是就产生那种非要抢走它不可的念头？你好会啊。刚才那男的是谁？不要问。为什么不要问？嗨，人家有老婆了。我不知道你这么坏。一个人啊，只要解决孤单这一题就好，两个人呢就会生出一大堆的麻烦。请问几位？一位。一位的话要坐吧台哦。我又不投机不取巧，靠自己的实力忙到没有朋友，到底为什么我只能坐吧台？到底为什么？那你50到80的钱存够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起码2000万。2000？有理有理。阿姨，你还好吧？好痛。那你50到80的钱存够了吗？1800万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哟，这么好命啊！好，讲啊，这边讲那边讲就好了。是我没有办法24小时看着他。万一出什么状况呢？所以我才说不要随便结婚。那我就算了 ，OK 啊。律师那边怎么说？非不得已，绝对不要结婚。我会来点脸色。你妈妈应该在浴室里滑倒，我在我家后阳台听得到的。你真的很棒。我在你妈家。我是不是早就说过不要找什么家里人？我们扛业绩擦屁股，那把很重要。每一分一秒。